好，各位，这一题呢，我们是要求积分 exponential cosine 平方 x 乘上 sin 2s ds。好，那我们先分析一下哦。如果我们把这边叫做 u 的话，那我们希望 du 可以换成跟这道式子，也就是 sin 2s ds 是相关的。好，那我们先试试看，如果令 u 是 cosine 平方 s， 那 cosine 平方 s 就是 cosine s 的平方。这时候呢 ，du 的部分它会等于。好 ，cosine s 平方微分会得到两倍的 cosine x， 那里面再微分一次 ，cosine 微分会得到负的 sin x。好了之后再挂个 ds， 那我们把它整理一下，就是负二倍的 sin s cosine s ds。好了之后呢，我们知道三角函数的倍角 sin 的倍角公式 ，sin 平方就跟上 sin 2s 就是等于两倍的 sin s cos s， 所以这一道式子呢，我们可以把它换成负的 sin 2x， 再挂一个 ds， OK， 好，那也就是说 sin 2s ds 只要再补个负号，我们就可以把它换成 du， 那因此这一题啊，我们设 u 等于 cos 平方 s， 那 du 呢整理完之后就是负的 sin 2s ds， 那由代换法代换积分公式呢，原式我们就可以把它换成，来，我们一样慢慢换。cosine 2s 的部分，我们就把它换成 u。那 sin 2s ds 呢，我们补个负号，就可以换成 du。但是加了负号之后，我们前面还要再乘上一个负号。好，那接下来这个我们就会积分了。好，我们知道指数函数积分出来是自己，那前面还有一个负号，积完之后写加 c， 最后呢，我们再把 u 放回去，那 u 就是等于 cosine 平方的 s。